原标题年羹尧被赐死后，在他家里发现七个字，雍正看后差点气得气吐血。《甄嬛传》里雍正最喜欢用的妃子有很多，在他的后宫中除了皇后娘娘，地位最高的应该就是华妃了。华妃爱使小性子，又盛气凌人，目空一切。雍正作为一个皇帝，真的喜欢这样的女人吗？未必吧，还不是因为华妃后面有他的哥哥年羹尧。年羹尧身为边疆大将，雍正不得不给面子宠幸华妃。就在年羹尧倒台之后，华妃也迅速的就失宠了。年羹尧一家是受皇恩，他的父亲在康熙年间就是户部侍郎，而他的哥哥年希尧后来也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，成为了户部侍郎。要知道户部可是清朝的财政部，年羹尧父亲和哥哥都担任清朝的核心部门的副部长，而自己的妹妹又成为了皇贵妃，地位仅次于皇后，自己又成为了封疆大吏，一门一门四人都达到了权势的巅峰。年羹尧是康熙一手提拔上来的，康熙在当初提拔他的时候就希望他能够始终固守，做一好官。一开始的年羹尧也没有辜负康熙的深厚期望，在镇守边防的时候阻止了准噶尔部入藏战战争，还在康熙讨伐准噶尔部的时候因为保障后勤而受到康熙的赞赏。在康熙晚年，年羹尧更是在西藏青海树立战功，深受皇帝的信任。后来雍正继位之后，更是将年羹尧捧上天，当时有外有年羹尧，内有隆科多之说，两人都是雍正皇帝非常信任的大将。雍正还曾经不顾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对大臣们说，不但朕会牢记年羹尧的功绩，我的儿子不牢记就不是我的好儿子，我的臣子不牢记就不是我大清的好臣民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物极必反，用在年羹尧身上再合适不过了。手握大权的年羹尧不但开始大权独揽独断专行，还狂妄骄傲，贪赃枉法。贪污其实也不是皇帝不能忍受的，最主要的是他不该在雍正改革的重要关头搞事情。皇帝挤足了你面子，你就不能给皇帝点面子吗？而且皇帝最忌讳的不是贪财好色，而是威胁到皇权稳定。年羹尧后来越发的骄傲跋扈，而且他还犯了一个官员最不该犯的一条，结党营私。种种行为导致年羹尧的路终于走到了头。1726年的时候，雍正皇帝以贪赃枉法为由抓捕了年羹尧，列举了他多年来的罪行，最后直接赐死了年羹尧，并且下令抄他的家。在抄家的时候发现了很多年羹尧跟属下的来信，其中有一封出自汪景祺的手稿，里面有很多对皇帝不敬的话，甚至有说了七个字，皇帝挥毫不值钱，居然敢这样评价，可见年羹尧一党当时有多么的飞扬跋扈。雍正知道后气的差点吐血，这个世代享受皇恩的白眼狼居然敢这么诋毁雍正，难怪雍正不能容忍他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